王将军。是谈恋爱了。能不能教一下？能不能叫什么叫怀念？想念啊，我又没有做鼓，还怀念呢、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是啊！现在去国外拍完之后怎么样？都不用脱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待会儿记得把地拖干净就好了。好、哦，美国好不好玩？我跟你讲，超好玩，那你天气超好，而且他们书画跟画作超专业，东西又超好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们的确是非常专业，他们那边月亮也比较圆，对不对？超圆的。对，讲讲你听吗？那我从他出国一直到回来，听他讲1800遍，哪有1800遍？你还要数哦？你看嘛，他都不耐烦。不是啦，我们最近在烦的宽量的事啊。宽量？对啊，最近大家都在烦恼宽量，宽量的状况不是很好。他怎么了？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啊？讲给你听干什么？你就在国外，讲给你担心的。可以传简讯啊。不是，就算跟你讲了，你也、啊、你也帮不上忙嘛。哎呀，对啊，书记，他刚刚才回来啊。对，我刚才回来。那个又廷区警长接他，哎，不用拖，不用拖了，直接踩进来，直接这样。真的吗？有人首开先例啊，先穿鞋子进来。我来，最大回顾最大。刚刚才回来，又廷警长接他的。那你们怎么？会来啊？我们坐着聊了。哎，不要坐着聊。不是，你们进来这已经就脏了，就脏这一块就好了，不要再扩大了。我待会不好整理。脱了嘛，对不对？站着聊也可以嘛。是，我们站着聊。好。你怎么会来？什么事情啊？是这样啊，马大哥，想要跟你讨论一下，想说帮宽亮换一个新的环境，让他换一个心情，这样会不会对他比较好一点？宽亮。为什么何况要换新环境？那个不是他跟曼丽的房子吗？他们不是才刚搬进去吗？那边有很多回忆耶。对。就宽亮最近很不稳定，他一直觉得曼丽没有离开，然后他们还说他看到宽亮好几次在跟空气讲话。这么严重啊？反正待会我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其实状况不是很好。其实郭亮，其实你刚刚那个提议我也有想过，如果说真的。搬一个家，心情可能也许会比较平复一点。嗯，问题是现在那个地方是他跟曼丽共同生活的地方，里面有太多点点滴滴的回忆了。如果你为了他好，要叫他搬出来，我觉得啦，有点残忍了。素儿也是说，宽亮肯定不同意。对啊，所以我和淑静刚才去找朵拉班长和学文班长，想说问一下他们意见，顺便请他们有空的时候呢，帮我们留下新的房子。可是我觉得啦，你们还是要讨论一下啊。等朵拉回来之后，朵拉、学文，你们一起来。来商量一下，看怎么样可以做，啊，做会对宽亮最好，看怎么样，我们再决定要不要让他搬出来，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了。又婷啊，我也想去看宽亮。我带我们去木一期吧，他应该在吧？应该在。好。哎，刚总经理还有客人，所以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啦。今天最主要是要谢谢宋牌，长久以来一直这么支持学长。学文，恭喜你啦！谢谢学长。董老师没有拒绝啊，所以我还只是在观察名单之内。在观察名单之内，就算是好事啊。你那天不是还谢谢强在朵拉旁边照片苦吗？哎，杨牌你。
所以学长，你已经请两位吃过饭了。你一说没拒绝，他马上电话就来了。哎呦，学长这么挺我，这么帮我，我多请几次应该的啦。除了送牌跟羊牌帮你挂保证之外，最主要也是这阵子宽亮跟曼丽的事情。他们从龙泉相识到现在也四五年了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可是没想到相处的时间竟然是如此短暂。当然还有我妈妈的事情，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也让我思考说，是不是应该要跟学长试试看。朵啊，学问他不会让你失望。宋牌，我也是陆战队的好不好，我知道扛弟兄扛同袍。我这何时扛，你看我诺曼底登陆，我根本就背着走了好不好，不夸张。学长背久也是会累。学长叫个争气一点。是，谢谢学长，但你这样讲也太浮夸了啦。好了啦，肚子好饿，赶快点餐。羊排你每次都一直喊着好饿，我有时候都怀疑他跟赵雅芝是不是姐妹。你闭嘴。好了啦，点餐啦，点餐啦，点餐点餐，快点啦、欸、我要吃这个点餐啦，快点哦、喔、不然等一下羊排会生气。好了啦，如果你再烫到手的话，素武会把我们大切八块呢。没事啊，还是我来。我可以的啦，可以哦。这里是曼丽跟我的店，我可以把它用好的。确定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嗨，放这里坏了，我坏了。礼物呢？康亮你好吗？好像瘦了。还好啦，你要喝点什么？宽量味咖啡。好啊，我看你有没有退步。那你们先找地方坐。好、啊，好，坐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什么？那个吉他跟椅子怎么不在了？宽量收起来了。哎，何宽量、欸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收起来啦？你不能因为曼丽离开，你就把东西收起来吗？这个是曼丽的梦想嘛，对不对？曼丽不能唱，我可以唱，朵拉也可以唱啊。曼丽没有离开。我不是何宽亮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来这边喝咖啡，就是要边听音乐，听人家唱歌、喝咖啡的嘛。如果你不唱歌的话，梦世界就变得不一样啦。你说是不是嘛？把它拿出来了。没事，老板就另搬给你。不好意思，喝咖啡。是我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那个，我就何宽亮把曼丽的吉他跟椅子收起来，我觉得要放回去啊。那这是曼丽的意思啊。如果收起来的话，梦时期就不像梦时期了，对不对？那何宽亮他觉得，好了，这种事不要一回来就闯祸，你先不要吵。何宽亮，我阿爸说他想见你，哎，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庙一趟好不好？我早上去你家接你。叔叔找什么事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去了就知道嘛。反正没事，你就当去公庙拜拜，又没关系。好了。很宽亮，这是第三封信，也是最后一封了哦。这三封信已经花了我很多力气，很累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哦。这样就最后一封了吗？我说过，你可以难过，但不要难过太久。忧伤过后，还是要往前走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，我会在天上祝福你。但是记得要带去给门神帮你看看哦。不会有比你更好的人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说不会有比我更好的人。当然会这样说啊。但是何宽亮，
你已经等我等得够久了，我不想你再错过其他对你好的人。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你说过就算我走了，你的心依旧会留给我一个位置，这样过了。曼丽，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我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愿意。我对你的思念都写在最后一首歌里了。宽亮，你能为我唱完那首歌吗？你要记得，能笑是一件很棒的事。你一直为了我坚持店里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让我唱歌的地方，虽然我不会奇迹的出现在你面前唱给你听，但我希望梦一期还是可以一直有歌声。曼丽，因为是你，所以我才坚持。你不在了，什么都不是了。你不能因为曼丽离开你就把东西收起来吗？这个是曼丽的梦想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曼丽没办法唱，我跟朵拉可以唱啊。曼丽，我该怎么办？曼丽，我真的好累没有啊，雅是在调时差，我们就舍命陪金子陪他看电视啊。对啊。哎，朵拉，我想打扰你两分钟，有个事想跟你讲一下。哦，可以啊，马大哥请说。是这样子，那个今天早上啊，国良跟苏静有来，也是为了宽亮的事情。他们是有说建议宽亮要不要换个环境，搬个家，这样心情可能会比较转换一下，要不然他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。这个方法听起来也许残忍，可是我觉得对宽亮应该也会比较好。是吗？因为毕竟现在他住的这个房子充满他跟曼丽的回忆嘛。嗯，没关系，马大哥，我明天跟学长讨论看看。对，你们再看看，我是在表示为他好了。那天早上很早，你们都不晓得，他一个人宽亮一个人散步散到这里来，一直看到二楼。我看他的样子就是失魂落魄的，遭受到极大打击啊。我们要帮他了，马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OK， 对，好。哦，还在吃哈？要看到什么时候？哎，马大哥。你明天还要去健身房，你不敢睡哦？我听说吗？马大哥要去健身房。王哥，你很流行呢。什么流行？他根本就不是去运动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他真是很怕他妹妹被天才拔走，就被搞破坏了。什么我搞破坏了？是啊，我是去看我妹，顺便我运动一下。对。干嘛干嘛？两个不要那么八卦啊。
哎，赵老师，如果真的睡不着，你不要在那边找马大哥、邱婷陪你看电视。睡不着的话，班长陪你跑三千。我什么时候最喜欢班长的梗？谁偷他的梗啊？干嘛？两个不要那么八卦啦！哎，赵老师，如果真的睡不着，你不要在那边找马大哥、邱婷陪你看电视。睡不着的话，班长陪你跑三千。什么？谁偷他喜欢班长的梗？谁偷他的梗啊？这是所有龙泉班长的梗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嘞，你跑六千了。哦，你最有经验的哈，常被罚哦。啊，我突然呢，好累哦。啊，好累了。啊，嗯，班长晚安，马大哥晚安。你不看了？哎，哎，我好累哦。你不看了？哎，那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差不多了，哎，谢谢你哦，哎，哦，哦，啊，可以还在看电视哦，很久啊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睡觉，谢谢，睡觉。哦，马大哥你也早点休息。好了，晚安。晚安。你说到跑步，他们就睡，要睡。孩子，啊，你去美国有去哪里玩吗？妈，你都离开，哪有心情玩呐、啊？而且我们工作很辛苦哎。哦，好，很辛苦啊，但是很有趣哦。那边很多地方都很漂亮。真的、哦？那对啊。嗯。按这个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调手机呀、啊。干嘛要调手机？就很不公平啊！大家都有看到 Money， 我就没有看到。我也没有看到他。我们两个又不一样。Money 在台北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住，哎，鹅跟快亮都有看到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所以那个跟那个又有什么关系？跟这个有关系，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没有看到 Money， 一定是因为美国太远，所以 Money 没办法秀过去。那现在我在台湾呢，啊，如果 Money 出现的话。我就可以把它拍下来，我就有曼丽的影片了。啊，孩子，曼丽，你慢慢跟曼丽聊天哈。嗯，帮我跟曼丽问好。你要在哪里？啊，等一下，不行。你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睡？我不要。好了，你躺好了。我不要。你躺好啦。我不要。你躺好，你乖乖躺好啦。难道？你不想跟我们三个一起叙叙旧吗？可以不要吗？要！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有我们三个了。你看，哈！哦，你走开，你去你的床上睡。哎，嘘，你会吵到曼丽。真的很想要看到你耶，为什么你不出现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睡觉，所以你不出现啊？啊，可是我真的睡不着嘛。啊，曼丽，曼丽。加太多，碗就会很大，刚刚好。
就这样子。哎，还没过来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就要吃泡面，很饿，先吃这一块吧。老师，你现在在煮东西啊？哦，对啊。马大哥，我现在很饿，你知道现在加州是中午12点要吃中餐呢，要不要？我煮好带你吃。哦，不，你吃就好，你吃就好。我这么胖，我不吃。好，那你陪雅芝吃一点啊，待会动作轻一点，不要吵到别人。好的 ，OK。啊，吃完要洗。好，我知道。电视要记得关。哦，好，我会关。哦。好，马上关完，不好意思啊。慢慢煮。哎，就你那啦。我跟你说，我在我房间架了手机，我要录影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很想看到曼丽啊，就大家都有看到，只要曼丽出现呢，我就可以把它拍下来，我就有曼丽的影片呢。你看是不是很聪明啊？你是天天不是聪明？哎。你哎对了，这个方法好像有道理。如果说把监视器放在宽亮家的客厅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你之前想不到吗？对啊，因为你不够甜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慢慢吃啊。你不行。哎呀，我要想。其实我怕，没有，我先想一下宽亮。哎，秋晴，你先想一下，你不要吵。每天跑步30分钟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而且啊，还可以练习到如何跟自己独处。我正在跟自己独处，干嘛一直碎碎念啊？哦，我是跟你分享心得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我怕你跟忙得太无聊啊。啊，是。对啊。而且，那个新闻报道说啊，能够增加心肺功能。乔晶晶。而且啊，哎，跟你说话。哎，乔晶晶。嗨，小飞。你旁边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的室内设计师，他叫林淑凡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王向飞，我在这边当拳击杨老师。哦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袁，健身教练，上面同事。你好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干嘛？林设计师。多马斯小老板，你要在多马斯拼事业，还要来咖啡厅帮忙，了不起！哦，对了，哦，就是你，正跟莫一七跟淑清开过会啊，然后你还跟国良聊过天，难怪觉得你很面熟。国良是，哦，多马斯的小老板林国良。对呀，我之前也在吧台哦。难怪我也觉得你很面熟。咦，乔欣姐，你们一起来运动吗？对啊，我们有时候会一起来运动，聊一些装潢还有设计的事情。那我们先去运动了。好，团姐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要跟我师傅讲，这个林大设计是有对手。以后啊，你来上班，他就来报道。这样愿意来运动，很好啊。那如果是跳拳击有氧的，哎，你今天精神不太好啊？是没睡还是？你每个绕的人怎么好像随时都在采访他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如果你不想说，可以不要回答啊。我没有吃药。如果我吃药没有睡饱8个小时的话，我说话就会语无伦次，搞不好隔天都会忘记我说什么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跟你讲话的时候都很清醒，真的。我觉得、啊、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跟你来运动啊。尽量不要吃药，努力的调整我的生活作息。好，宽亮先拜拜吧。
王爷，你如果有听到我的话，求你让我跟曼丽见一面，我真的真的很想她。王爷，你如果有听到我的话，求你让我跟曼丽见一面，我真的真的很想她。爸，我找宽亮来啊。好，叔叔你好。啊，小姐。哎，你去呀，你坐较远的啦。谢谢。我看你真思念曼丽哦。啊，这思念哦，并未时间来改变。时间愈久长，等到你愈思念啦。啊，你思念伊，伊嘛惊未去卡呢？你敢无听阮叔儿咧讲啊？有啦，我有听叔儿讲过啊。吼、哦，伊未讲因为你思念伊啊，哎，伊咧欢喜啦，伊是愈唔甘离开你啦。啊，你思念伊，啊，伊惊未开脚，啊，你两个一个思念，一个惊未开脚，哎呦！以后的日子啊，久长啊，是要安怎行落去啦？好啦，我知影。等等，吃完早餐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明天呢？看状况啊。看你是不是爬了起来。喂，喂，舒凡，我王大哥啦，材料可以送进去了吗？今天都可以送进去了，我已经申请好。但是这个大楼比较麻烦，它早上十点之后才可以施工，中午十二点到两点要给住户午休，还有晚上六点之前都要撤出。再请王大哥务必帮忙配合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王大哥，拜拜。这样算一算，一天不到八个工时。没有办法，你们大楼有规定。还是我跟管理员说，请他通融一下。管理员也不能代表其他住户啊，不要麻烦他了。也是，装潢施工的噪音会比较大。对啊，你不要还没有正式搬进去，就让住户注意到你了，这样不好。了解了。那这样工期是不是没有办法照合约的施工天数完成？那也没有办法，这是意料之外的。看来你以前都是住那种透天别墅，不然这一层面的问题怎么没有想到过？
已经中午了，不早了。啊。对了，你待会拿100块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昨天吃宵夜啊，你没有洗啊，我叫你洗，你没有洗，要罚50块。我现在马上去洗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洗好了。哦。另外电视看了没关，也罚50，所以总共是100块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哎，来不及了，给我钱就可以了。陈永廷，不用叫了，他已经出门了。啊，你知道他去哪里吗？他应该是去找小仙姑了。对，为什么他出去没有跟我说？谁知道你会睡到现在嘞？奇怪，真的很小气，人家也想跟啊。你待会上去别再睡回笼觉喽。你现在睡饱饱，晚上精神太好，又被罚去跑5000喽。做鬼脸再罚50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要的东西你拿到了没有？啊，不就是何宽亮家的钥匙？你干嘛弄得那么神秘啊？什么什么神秘？这样才有一个交易的气氛。啊，你说那么多，你到底要不要拿来？拿来，快点。当然有啊。哎，那你先说，为什么你要拿宽亮家的钥匙？我是帮助宽亮，帮助宽亮。啊，帮助宽亮就帮助宽亮，为什么一定要拿钥匙？坦白从宽。就雅芝回来，他就听到说你们遇到曼丽，所以他自己在家的房间床上架了个手机。啊，如果曼丽回来的话，就可以拍得到他。赵雅芝的话，你可以信啊。哎，你们该不会是要？没，我是不相信这个了，我是灵机一动，啊，就想说在宽亮家的客厅架个摄影机嘛。啊，就可以拍下他对空气说话的证据啊！这样会不会真的拍到曼丽啊？他每次都在那边游荡。我是想说，如果真的有拍到这个证据的话，我是想要让快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，让他自己清醒一点啊，好不好？那相信我啦，来。好啦，反正什么方法都试试看吧。对嘛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那么录到的影片，你们最好自己要先。啊，我放心放心，我会先看，好吧，我会先，好吧，我会先看。啊，那就好，我怕你们真的拍到曼丽。哎呀，快点啊！等一下啦，你好了没？等一下，我这个是测验器型的那个监视器，我要把它装好、啊。我管你什么器，你赶快装好就对了啦。加一下位置，这样这个角度才拍得清楚。我靠，受不了了。你到底好了没？我的腰，我的腰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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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干嘛啦？这么干嘛？为什么是你踩我，不是我踩你？不是你师傅，我踩一下会死哦。可以的。哎，装好了没？装好了。你房间不用装哦。不用了，到时候拍到又不该看的东西。客厅跟餐厅就好。所以装好了哦。装好，赶快走了，再就回来了。给我干嘛啦？我在催你。哎，我能对你走哎。曼丽，这边，赶快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为你老婆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不成？一定是你刚刚撞那个，曼丽生气了。赶快走，我刚被打。快走。快点呐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呗。你有空吗？有啊。想说找你讨论一下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我找了几间还不错的房子，我想说让你看一下，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？给我看房子干嘛？今天是要搬出去吗？
就是我找了几间还不错的房子，我想说让你看一下，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？给我看房子干嘛？现在是要搬出去吗？光亮，哎，光亮，是我的意思啊。你的意思？这种事情你有先问过我吗？宽亮，国亮他只是想帮个忙而已。我不需要这种帮忙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要搬家，现在突然要我搬，如果搬了要回来，回到哪里？我问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会搬家的。出去吧。宽亮。哎，那个曼丽的吉他嘞？在仓库啊。回家来是吗？哎，老师，张老师，老师，哎，何光亮，那个曼丽的吉他在哪里啦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放。过来，坐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刚是我太急了。才让宽亮在那边对你发脾气。没事啊，我想宽亮搬家这件事情的话，可能就不用那么着急了。那再麻烦班长帮我多注意一下，谢谢。不用说麻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回来，走了。回来了。你们怎么没有带宽亮回来？这样子我们怎么带他去看房子啊？宽亮房子的事情可能得先缓一缓了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要找新房子吗？现在找得如何了？这个不急啊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宽亮他要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，没有人照顾他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合租。班长，你不跟我们一起住啊？其实跟你们一起住了很久，也打扰你们。我在想说，宽亮还是我的班兵。我还是想陪他走出这个伤痛，毕竟这是一个做班长唯一能替他做的事情。而且你们想想看，之后梦一期的招牌就会是宽亮味咖啡配阿文式料理，怎么样？这个梦幻组合是不是还不错？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国亮，你看我提的这个主意是不是还不错？班长。那宽亮的房子，那个就再麻烦你。如果任何新的资讯，或者是，好不好？我刚好手边有一个件还不错。国亮，我刚好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吗？国亮，我看了你们这一次南部美食文艺青旅行的专栏，我觉得不管是在拍摄内容或者是内文方面，都做得非常好。谢谢小心姐。关于下一期，我有点想法。像是花莲、台东，甚至是离岛，以这些地方为目标，我们来做一个轻旅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乔欣姐，可是现在这个季节出海很容易晕船呢。总经理，我想素儿说的是东北季风，离岛风浪会比较大，而且旅游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。好，那就由你们来规划跟设计。但是我想做一点比较特别的，像是日本他们会有所谓的樱花季、温泉季，我们也以这个方向去做，这样可以吸引读者来安排冬季旅游啊。好啊，我们来规划看看。好，我很期待下一期。总经理，这是今天发刊的杂志。
哦，对了，总经理，刚刚你在开会的时候，林设计师有打电话过来说下午3:30材料才会送过去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开工。从早上到现在，那不是都没睡？总经理，怎么了吗？我才想问你怎么了，你怎么皱着眉头在发呆呢？没有啊，我林设计师他还有说什么吗？哦，他有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要去管理员那边签名，不然明天就没办法动工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嗯。还有事吗？总经理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那今天晚上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你去忙你的。好，先去忙。嗯。曼丽来，喝牛奶，这样对身体比较健康。我要喝哦。好啊。来，好啊。你想去哪里走走，我陪你去。好，那我们多加一件外套，这样才不会着凉。你想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。嗨，黄先。方同学你好。哎，这边签名一下。好。工人都走了吗？刚刚都离开了，他们都蛮遵守这边的规矩。方小姐，你找的人都不错哦。谢谢你的帮忙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施工上有什么问题，管委会再通知你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谢谢。怎么还在这？我在这会很奇怪吗？材料运来工地，我通常都会来这边确认一次，然后把规定再跟他们说明一次。双方达成共识，做事情比较有效率。哦，对了，王大哥，今天谢谢你，让他们顺利完成。不客气。你刚都签好了吗？那一起走吧。哎，那你这样不就已经20几个小时没有休息了？我刚好过了我想要睡的时间，我现在的精神都恢复了。这样不好吧？反正睡意来了，我自然就会睡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我才不担心。反正你现在赶快回去休息啦。既然你都在，你有没有时间？我要跟你确认一下水电线路的走向。哦，如果你等下有事的话，没关系。我没事，我只是不想跟一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睡着的人讨论公事。你放心，我可以一直保持清醒。那好吧，但如果你困了，一定要讲哦。我不是3岁小孩子，说睡就睡。走吧。洪大哥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水电配线的部分就照你的设计，我相信你的专业。好。早知道你还在这里，我就把杂志拿来给你了。林设计师，叫我 Sale 就好。Sale。我觉得你的生活作息要调整，不然你的生活品质一定会下降。其实以前我也有这样的困扰，甚至依靠药物，不过后来我都克服了。那你是怎么克服的？我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你是不是有用。那个时候我妈妈都会事先录一段口述故事，然后我在睡觉前就会放来听，不知不觉就可以睡着了。在那段时间，甚至有时候我只要听到我妈妈的声音，我就可以睡着。你愿意讲故事给我听吗？这个设计师呢，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天才。看来我要好好会会你了啊！我很好奇，你与全人都是怎么谈恋爱的？黄曼丽公看到
何宽亮振作起来，阿姨才不甘愿离开哦。你嘛倒是一个办法。是我今天叫外卖，你猜遇到谁？金秀明。救命！You can be